1927年2月，在天津英租界内的19号路，曹锟开始了他晚年的寓公生活。晚年的曹锟很崇信佛教，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大悲院中，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，早晚朝拜。每天早上，习惯军旅生活的曹锟很早就起床，先到院子里练练自编的那套虎拳，之后便焚香打坐。曹锟喜爱书法，喜爱国画，以书画为乐，宗颜真清。他专门请人给他刻了个乐寿老人的闲章。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。齐白石和他的交情很深，曹锟的图章大多是齐白石刻的，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黄四个字。曹锟的另一大嗜好是搜集百家诗抄，当时已经聚集1000首，宋元明清这些小生命全部放生，然后会向着这些鸟飞走的方向久久注视。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，日寇驻京，华北沦陷，曹锟的老部下纷纷投敌，齐燮元担任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，高凌卫担任河北省伪省长。这还不算，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拉拢曹锟出任汉奸政权要职，先是土肥原贤二，后是湘粤中将出面游说，纷纷碰了钉子。一次，几个日本军政要人身着便装，悄悄来到天津英租界，图谋再次邀请曹锟出山。曹锟本想召见，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，却被四房刘夫人拦住，冲着门外指桑骂槐，高声叫骂。日本人本来在英租界就不敢也不能公开露面，只得灰溜溜地走了。事后刘夫人隶属日本鬼子，在东三省犯下了滔天罪行，对曹锟说，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。曹锟连连点头。日本人对此并不死心，又派齐燮元来劝说。齐燮元趁着深夜囚禁，曹锟命令侍从不开门，气得齐燮元在门外用拐杖使劲敲门，边敲边嚷，因为他知道曹锟就在家中，就是敲不开门，气得以后没脸再登曹锟的家。接着是高凌卫，也奉日本人之命前来拜访，不知怎么让他混进了家门。当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，没想到看见了汉奸高凌卫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把烟枪往地上一摔，怒吼道，你给我滚出去，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。眼见老长官震怒不已，高凌卫吓得浑身哆嗦，一个字也不敢说，就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。从此高凌卫也不敢再来曹家露面了。1938年3月至4月中旬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队，在徐州台儿庄附近集中了40万优势兵力进行台儿庄会战，攻坚命被包围的日军击鼓师团8000多人，增援的百元师团3000多人，是中国军民在抗战初期难得夺取的一次重大胜利，意义非同小可。年迈的曹锟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，像小孩子一样无比兴奋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连声说，我就不信我们打不过那小日本子。
1938年5月，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，经医治无效，于5月17日，在天津英租界全山里四夫人刘凤伟寓所病故，终年76岁。临终前，曹锟还对女儿曹氏英说：“台儿庄大胜之后，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，余虽不得见，亦可瞑目。”1938年6月16日，在停灵祭拜一个月后，曹锟的家人及其旧僚们为他举行了出殡仪式。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，在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，予以表彰，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。纵观曹锟一生，既风光无限，又历尽沉浮。贿选直接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。一系列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随之相继发生了。晚年的曹锟坚决抵制日本的诱降，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，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。所以钱建明在《晚节不亏的曹锟》一书中，于结尾处赋诗七绝一首，肯定曹锟：贿选当年酿丑闻，谁知一发动全身，世事沧桑岂能料，晚香依旧在金门。